哎，是你一连，我是小白啊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又回来看这个《英雄与将军》啊，还是那个《将军与英雄》来着？不管了，都差不多，反正啊。那么这款游戏呢，哎，上一次玩了以后，有人说我打的是人机，哎，其实不是，因为你看啊，这个积分板上敌人是有延迟的啊，上一期也是有的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因为的话，这个游戏啊，我看的那个 Steam 上有一些测评，就本来就是说对新手啊，非常的不友好。对主播也很不友好，说实话，他这个开始战斗以后开的是另一个窗口，我刚刚录了一期，哎，白录了啊，就是他把窗口强制的关掉以后呢，你这个录像，这个视频就会，就会损坏啊，就这个样子，啊，然后我确实把这个有一点菜啊，就对新手太不友好了，你看敌人的军衔，你看我们这边的军衔啊，就是他们感觉等级特别高，你们知道吧？他们的武器啊，这个游戏全都要靠解锁，不管是什么都要靠解锁。他上一次叫我用急救包啊，我没有急救包。他要是到多少级才可以解锁急救包？哇，那用个屁啊！啊，你看医疗箱啊，有个任务是吧？我去你大爷的吧我。有没有什么载具啊？好的啊。哎，等，哎，等会儿，等，接我一个，接我，接，过分，哼。然后敌人还有包扎物什么的，还有装甲，这是最不能忍的，有装甲太变态了。那我们只能走路过去了，变态。好，是一场遭遇战啊。哎呦，我又载具了，哎，我怕了，对吧？哦，我的小铁驴儿啊，你们谁比得上我呀？快活又自在。哟，你们好像打得挺激烈是吧？没事啊。哦，亲爱的，打挖了一些，不要射我。哎呀！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有人吗？他们是自动步枪的话，非常的恶心啊！说实话。哎，好像赢了，耶！一定是我的功劳，对吧？我吸引了敌军的火力，然后一次性把他，都杀光了之类的啊，之类的。有人吗？没有的样子。哎，帧数为什么那么低啊？玩这个游戏，不是帧数不低啊，但是就是觉得卡。帧数有60帧，我锁了帧，所以是60帧。有敌人哦，看见没有？这是正义啊，这是正义。哇、哦，他们太强了啊！萌新不应该这个样子啊，萌新呢应该躲在后面瑟瑟发抖。这是我的任务，打开。你没有什么载具啊？哎呦，铁驴啊！我就爱铁驴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车啊什么的我不要啊，不要。走，哎，快活又自在，对吧？快活个屁了！哦，这是一个据点争夺战啊，据点争夺战，你倒是走啊你！灯呢？哎，呀，我们好像输了。哦，我们队友都。就是不愿意冲进去啊，在外面拿人头，哇，这样是不好的。哪有人？哦，那是敌人啊，这么可怕的吗？他们有这个东西，我要个毛啊！呀呀呀呀，车怎么突然没了？不要打我！娘们儿，有近版，哇哇哇！这也太牛逼了吧！玩个毛啊！虽然说我不知道人在哪儿啊，但是开几枪示威啊，总是可以的。感觉我们根本就被打得出不去。哎呦，打中了，应该吧？没打死，反正是。哦，打死了！啊啊！亲爱的，打瓦里奇，我是不是立功了？虽然好像没什么用啊。走吧，打瓦力气，随我一起冲锋。打个屁啊！我靠，敌人那么强、啊。快跑！我打不过他。这是有人吧？这没有人，不应该呀、啊。呜、哦！我又杀了一个。快跑！快跑！哇，兄弟，
你的为什么那么长？这我啊！不是我跑的时候不能举枪射击吗？我试一下，这太傻逼了。我跑的时候，哎，在这里不能打枪是吧？跑的时候真的打不了，我靠！带我一个，带我一个，带我，带我一个。哼，我有铁驴，不怕你。来，开呀！哇，不会吧，打这里来了？上呀，上呀，好的。哦，打马里，啊，对了，确定要从这下面过去？好，发动机没有熄火，真是神奇啊！好的，我们冲上来了。好的，我们深入敌后，我们即将要死了，我感觉。真是快。我觉得吧，作为一个男人啊，作为一个男人，我们应该老老实实的用枪打别人啊，不是，不对，我想一下啊，哦，作为一个高科技时代的人，对吧？我们应该老老实实的用枪在远距离跟敌人搏斗，是吧？近距离的话，咱们打不过，哎，这是事实，对吧？因为别人是冲锋枪啊，咱们是步枪，虽然也不是大栓吧，那是个人吧。没打着，哎，我估计也打不着。哎，我只是开一枪警告。哎呦，谁打我？谁站出来？娘的，那是吗？那不是人吧？有点看不清啊，这游戏的分辨率整体虽然说也是。哦，协助击杀，妈的，居然是助攻，谁呀？哦，这个太长了啊。 I like it。 哦，这粗大的感觉，你们完了。哦，这瞄的真慢，玩的真。喂，哎，别打我，你过来一发，我跟你说，一发绝壁入魂，不要摆啊。哇，哦，可怜的大巴里有没有敌人的装甲？别晃啊你！别晃，别晃，别咚！没打着，村庄又丢了。哎，痛苦啊！咚！哦，哈，这太爽了啊！虽然说他很垃圾，不是这个，作战意义不大，但是呢，爽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哎，没打中，我可能挨不了几发了。来来来来来。没打中，得了得了，哎，什么人会拿炮呀，对吧？哎，他们级别太高了，又有冲锋枪又有手枪，我只有一把大炮，哎，太不公平了，对吧？就跟说那个什么一样呀，打完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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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好吧，那么，这款游戏呢，可以推荐大家去玩一下，主要是人太少了啊，而且小白还挺喜欢这个游戏的。啊，大家一起来玩的话，人就会多一些，对不对？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呢就到此结束，我是小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游戏的名字叫做《英雄与将军》（Heroes and Generals），有兴趣可以去搜一下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呢就这样吧，大家拜拜。